各位蛋蛋官、俱乐部观众你好啊！特约记者比娜再次嚟到澳门啤梨拉街宝丰居会大厦，咁啊上微辣嗰睇睇啦。而家时间系17:23，今日系2023年9月15日。而家上去睇睇啦，因為昨日睇到咧，好似有啲嘢微辣公司啲搬走咗，咁就嚟睇睇啦。見到搬曬嘢，執曬嘢出嚟啦！嗱，搬嘢啦！嗱，見到搬緊嘢，應該係正式離場啦。嗱，大家聽到明顯有拆嘢聲啦，搬咗啦，嚇，搬咗啦，嗱，又頭先有啲裝修工人裏面啦，咁就已經確定咗微辣嘅總公司，澳門總公司已經係結咗業啦，停運咗就唔知結業未，但係總之停運咗已經係確定咗。咁啊！而家時間係17:25，9月15日。咁就已經確定咗微辣澳門總公司係會已經係關閉咗啦，因為佢裡面拆緊嘢，個招牌仲喺度。咁就咁啊！呢度嚟到呢度啦，咁就特約記者微辣澳門報導。